家满心期待的圣诞节即将到来。为迎接圣诞节的到来，我们饭店今天精心的准备了五彩缤纷迎圣诞的点灯活动。为了表示对我们一直支持以来的贵宾最佳的礼物，我们也今天邀请了聆听我们士林国小这个合唱团的优美的歌声，一起迎接美好的2017年。现在我们首先邀请我们圆山大饭店的张董事长、蒋总经理，还有蔡基和蔡总基和袁副总、黄副总，及家长会士林国小家长会陈少文会长，还有蔡家县主任和士林国小的老师跟小朋友们一起上台，为我们一起主持点灯仪式。现在请大家跟我一起倒数10秒钟，10 9 8 7 6 5 4 3。精彩的表演，普世。